暖阳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下的姑娘？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录了，哎呦我的妈！这是高手。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事儿那么多呢，大哥，这是公共场所，天天不是咋的？你家住海边啊？你管咋那么宽敞呢？太酸了，大哥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出去就这样，还这么多事儿呢。